迎大家收看娱乐关键字，我是特派员杨洋杨婷雅。我们今天来到轨迹的放映会，然后请到演员钟瑶女主角。我是钟瑶。Anna, could you please just tell us where the fuck we're going? It's her turn. Shut up. Wealth could be a suffocating thing. Guys, may I propose a toast?这部电影就是在说什么，然后还有就是解释一下你里面的角色。这部电影呢，它在英文当中叫 Dead and Beautiful， 其实它是用五个很有钱的小孩子，就是第二代的小孩子，然后去阐述这个有点像是嘲讽资本主义的这些社会的状况。他们这五个人每一个周末都会办一个 party， 就是或是做一个局一个游戏。We a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wealth。我们住在不同世界里。We've done everything. 好，所以呢，他们透过的故事当中发生这场游戏呢，醒来之后发现自己是吸血鬼，然后随着五个好朋友当中，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为这场游戏而大变动。What happened? Oh my god! 嘴巴里面真的有东西。What? 假的吧？对，然后他们会透过这个游戏，然后去寻找彼此之间真的就是完全利益。然后玩友情、玩爱情，然后甚至有亲情在里面，然后结局就是自己看。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find out what we are。你好敬业哦，因为他还带着那个牙齿帮我们做访谈，然后会不舒服，讲话有点怪怪的。里面的角色就是里面应该是最有钱的一个女生，然后她个性很压抑，故事当中就会发现她其实是比较沉默，然后城府很深的一个女生。哦，是，我觉得还蛮有挑战的，因为她没有台词很多很多，她就是要观众进去很大的荧幕，然后去观察她怎么用表情回答这些人说话。哦，了解，因为她藏了很多的秘密，所以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，哎，很有趣，这不是鬼片。Bite me. He needed this little. 哦，我觉得与其说它是惊悚，我觉得它是整个电影的氛围带给许多惊悚心理学的部分。那至于什么血腥的部分，我觉得观众可以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血腥或者是很残忍的残暴或者是很恐怖的鬼片，这跟风格完全不太一样。带着獠牙讲话吧。所以我们现在让你陷入困难，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问，就是用英文演戏跟中文演戏差在哪边，但我觉得都不，语言的工具都不是我觉得完成一个角色最困难的地方，而是毕竟我们要把这个语言这个工具说好，所以在讲英文的时候还是会在发音上面有一些瑕疵。我有看到你们把台湾拍得好美哦。对，可以帮那个摄影师就多宣传一下，就是他是欧洲非常有名的一个摄影师，他特地从那个荷兰飞过来，然后他在那个以前拍摄那个《单身动物园》也拿下非常多国际影展的奖项，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画面跟视觉还有音乐上面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进大荧幕里面感受一下。电影里面就是角色都会用很疯狂的方式在杀时间，那你自己平常空闲的时候，可惜我不是像剧中一样这么有钱，我想要飞去哪我就飞去哪，就是我本人的杀时间就是待在山上啊，待在水里啊，就是都比较不需要花钱。哦，所以你是一个爱好大自然。其实不是，就是没有在工作，基本上都在大自然。那跟你的角色还差蛮多的。差蛮多的。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很疯狂的事情，像你的角色一样？我人生做过最疯狂的事情，应该就是有一年，我就拿着行李箱，然后跑去法国。我第一个晚上还不知道住哪，啊，就这样，完全没有 plan， 没有，就开启了我的人生欧洲之旅。好酷！你在那边待多久？因为那时候在做模特嘛，然后就一直很希望可以帮自己找到一间经纪公司。然后但没有准备的很多，真的就是一个行李箱就过去了。然后后来因为找到经纪公司，然后又来回飞，不过那一趟我大概去了一个月半。哇塞，然后你在当地工作吗？就开始打工了。那个时候第一天第二天还不知道住哪边，所以我真的就是在路上找哪一个饭店是空的就进去。好勇敢啊。我觉得我有点太危险了，我觉得女生还是要保护好自己，欧洲很多坏人。是有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吗？也是有遇到想骗人、想骗钱、骗色都有，但还好啦。就是我觉得，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。
后有在第三天找到一个台湾人，然后他把他的一边小小的空间分租给我。台湾人赞。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小游戏环节，这叫残酷二选一，要麻烦你 A 成为哭不出来的演员，或是 B 每个镜头都会笑场十次。很难的，哭不出来吧。笑死！Sorry， 最难的是笑，大笑的事啊，是哦，不是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你这么笑得出来。第二题，有十个铁粉，然后所有作品都会关注你，或者是 B 十万个路人粉丝，还有十个铁粉，好，都给你 ，A、B 都可以。电影首映会当天就长一颗超大痘痘在鼻子上，首映会睡过头，好难哦，这绝对不行。对，那 OK。好敬业哦，就是宁愿自己不好看也不要睡过头，就是敬业的演员。要不要头发遮住？遮鼻子，笑点超低，或者是笑声很难听。哎呦，哎。好难听，但他是真诚的。这个回答好像也是比较不肤浅，我就是会肤浅，我就是不要选那个小声爱听。演不喜欢的电影，但是片酬很多，或者是觉得自己导一部戏，但是赚不到什么钱。自己导一部戏赚不到什么钱。艺术的灵魂，我觉得人都要有电影梦。那如果你自己导一部戏，你会想要导什么？现在有想法？我会比较喜欢奇幻一点的剧情。哦。资方听到了吼。最后一题，拥有灵魂的伴侣，但只有酒肉的朋友，或者是很多朋友，但是单身一辈子。灵魂伴侣好了吗？不想一个人孤单的死去。我觉得大家都是，我等一下看看其他人会不会有比较其他的。okay. 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就是英文绕口令，因为知道你们有特别的就是受训过， okay. 但你待过欧洲那么久，应该是 OK 的。戴牙齿有点困难。对呀。Wilma and Velma wish every day for very warm and wet weather, and five very thirsty vampires found victims in the Vast Valley Village. 好强哦！而且他的英文有一点点英式的那个英文，好厉害哦！应该是美，好好听哦！反正算成功了吧。超成功，超成功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可以请你来一个吸血鬼的可爱三连拍吗？可以。Ready， 三二一。好可爱哦，来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成功，成功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东亚。Does anyone really think we can just pretend nothing happened?